都是树，然后又很安静，然后有热舞社啊，就是会在那个那个窗前练舞，因为没有镜子嘛，所以只能用窗前看自己的动作。结果有一次，他们好像就练到2点多的时候，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，就是有音乐，还有他们自己，然后看镜子里面的自己。结果我朋友说他练到一半啊，他后面他就看自己跳跳跳，突然后面右后方出现一个女生，然后戴超长的这种礼服的帽子，然后牵一个小女孩，然后他就当场被吓到，超恐怖的，然后他就怎么转过来，然后说你是怎么了？然后那个女生就问他说，请问画廊在哪里？然后就我所知，东海是没有画廊的，然后只是他可能就是要去画廊，然后带他女儿去吧。然后我朋友就跟他说不知道，然后那女生就慢慢消失了。然后他说是真的，我也觉得很恐怖，所以就大家进去玩的时候就可以想一下那个故事。然后我是外文系2年级的 Kevin， 然后我今天要带来的歌是 John Mayer 的 My Stupid Love。
Sky.